11日凌晨，张哲轩晒出马思纯镜头下的他，发文为自己庆生，而立感谢陪伴，祝摄影师电影票房大卖。马思纯留言互动，谢谢您嘞。2021年3月，马思纯张哲轩被拍到同回家中过夜，曝光恋情，这也是两人自恋情曝光以来首次互动秀恩爱。